哇，这个是那个冰瀑，这是人造的吗？人工加上天然，瀑布被冻住了，就是这个样子的。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人工吗？大自然人工，但是水是人浇的，但是冻是谁冻的？是大自然给冻的。不一样。耶！哇！哇！哦，这样看好高啊！家人们，大家好，这就是冰瀑。嗯，在。冰瀑上面呢，但是呢，一项世界上最高冷的极限运动，它就是攀冰。这怎么攀得上去啊？就是双重意义上的高冷吧，又高又冷。攀冰是一项什么样的运动呢？我们今天请到了两位中国国家攀冰队的年轻队员，他们在攀冰世界杯中各自刷新了中国攀冰运动的历史最好成绩。哇！欢迎张丁峰、韩灿灿。峰哥。Hello。大家好，我是韩灿灿。你们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因为攀冰我们了解的比较少。攀冰现在是从登山运动中发展出来的。现在竞技项目的话，攀冰分为速度项目和难度项目两个项目。速度攀冰就是用我们这个冰镐在我们冰壁上比谁的速度更快。难度攀冰就是用我们攀冰的岩点在人工建造的冰壁上进行一个攀爬，也称作干攀。哦，那现在玩攀冰的人多吗？我们虽然攀冰队的起步比较晚，但是民间的选手也是参与性也是很高的。对，就比如说北京理工大学一个老师叫何川老师，他是咱们中国国内比较厉害的一位攀登高手。在2017年的时候，他和他的伙伴首次攀登成功了圣诞树冰瀑。为了进行攀登，在山的一个附近租了一个农家小院，就是为了去进行一些攀冰攀岩的训练。还有一个叫邓林的老师啊，他是国内唯一一名四姑娘山双桥沟高难度路线的女生。那个平时就是不是雪天的时候爬都是很有难度的。对。我也是运动员嘛，我很好奇你们怎么接触到这就是攀冰这种就是小众项目。我开始是一名自由式摔跤的运动员啊，跨项，真的假的？摔跤，灿灿也是转向过来的吗？对，我之前跑步，哦，田径选手。我们队很多都是跨项过来的运动员，我们也有很多跨项的那个选手。哦，真的？对，都是因为就是冬奥会了嘛，完就夏很多夏季就转到冬季。国家队有多少人吗？现在国家队是2017年12月开始成立的啊，然后建队的时候是8到9人吧，现在的话队里一共有50-60人了。哇、对，但是我感觉攀冰的话，因为它需要这个冰面嘛，那你们夏天的话怎么训练呢？夏天没有真冰，所以说我们一般夏天的话会练习一些攀岩。用攀岩来代替。攀岩和攀冰的这个技术动作是非常相似的啊，我们要有一个动作就是频繁的去踢冰用脚啊。夏天的话我们就会用木板把木板踢碎嘛，也是的，就是用这个尖去踢一直踢。现在攀冰是冬奥会的展演项目是吗？对，在2014年到2018年的时候，攀冰是作为展演项目的形式出现在了冬奥会的开幕式上。我们还是很希望我们的攀冰能够进入冬奥会赛场的。在未来一定会。虽然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进入冬奥会，可能是我们这一批代运动员，也可能是下一代运动员。但是我们都会带着明天就要打冬奥会的心情来参加我们的训练和比赛，随时备战我们的比赛到来，为国家争得荣誉。太好了，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参加攀冰，让更多的人看见攀冰这个项目，然后让这个项目进入冬奥会。说得好，对，到时候我们有看到你们在赛场上给你们加油的机会。对。这么高的山我们现在是肯定上不去的，有什么能让我们新手先感觉一下的吗？我们平常也会在我们的脚下的这面冰面上进行一个技术动作的练习。好兴奋，要攀冰了。来来，上道具。
我现在给大家打个样，在冰面上试一下挥镐的感觉。好。我先给大家试一下。好快啊！刘维试试。我很擅长这个。那你去啊，让我们看看啊。来，维哥。刘维。因为我是东北人，我从小就玩冰，我非常擅长这个。所以来吧。来吧。来，来，我们看一下东北选手，从小就在冰上驰骋的刘维，来，有多驰骋？哦，哎呦，可以！哇！刘维，划出了花样。这边没有镜头，朝那边。啊！可以。我刚才表演的是旋转跳跃，我闭着眼。哦，看出来了。我想试。你是放在哪儿的？这个垫子在腹部是吗？舒服的位置，中间这一块。你在模仿蜥蜴，然后往前。没有。挺快啊。呸，好多渣呀。杨迪你好厉害，太有天赋了，太厉害了，有天赋，做得很好，因为我每下凿下去都觉得很扎实啊。对，每一钩都特别稳。上冰。好，马上要攀冰练习了，我们一起给自己加加油，喊出我们的口号，飘雪一家人，爱在这个团。那我先给大家演示一下。哇，好嘞。来，朋友们，开始了，开始表演了。啊，三二一。天哪，我要爬这么快吗？天哪，这真的飞檐走壁。好高啊，我的天啊。天哪。好快，这才几秒啊，感觉不费吹灰之力。他是走上去的。嗯，太帅了。好高啊，怎么办啊，我玩不了。没有，就我们这爬到红旗呢。那也很高了。哪有，那才几米。我恐高，老师。恐高会影响我的发挥吗，老师？肯定会。因为我不敢往上爬。先看一下挥镐，大臂带动小臂，然后到军手抖手腕，就跟打羽毛球一样抖手腕。对，然后踢冰，我们的脚尖然后略微的勾起来，往里踢进去，使劲。初学者的配合我们的手的话，就是两镐两脚，两镐两脚，对，就是一镐，然后两镐，然后两脚。我们的重心是落在我们的腿上的，胳膊尽量伸直，然后起的时候腿蹬，胳膊拉，小心点，然后蹬腿，蹬起来，对，打。
别爬太高，因为没有保护。这样。对对对。哦，那我知道了。是吧？然后这么起来。对，这样就比较没那么累吧。往上爬的吧。对对对。懂了，这不难。对，他踢平可以。哇，你好有天赋哦。很有力。我都凿不进去。狗一定要打稳。踢兵踢兵，对，两脚不要离太近，踢兵，然后踢兵，踢兵。好，看大家练习的还不错啊，我们接下来进行正式的攀冰挑战。那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好，现在准备好了吗？ Go go go！ 第一轮攀冰，准备三、二、一，计时开始。加油！兰姐加油！慢慢来，不着急，稳住。对，楠姐就这么踢，找着感觉了，好恐怖啊！加油！安全的，安全的。可能很多时候大家对于很多事情不敢尝试，就是你自己对它有一个天生的恐惧啊。我呢就想说，首先人家有安全人员保护着，再不济可能你就是在冰上磕那么一下，你自己能不能接受这个？我想了一下，我能。只要脚踢稳了就行，楠姐。对，快了快了，楠姐爬了一半了都。小心小心。姚弟在哪儿呢？我在这儿。队友请回答。什么？你已经到了吗？他比你的地儿矮。夏季奥运会有限制参赛选手年龄在23岁以下的项目是什么？足球。哇，你好厉害哦。因为足球不让那个职业球员参赛。哦。希腊奥林匹克山圣火点燃器是凸面镜还是凹面镜？凹面，凹面。我可以答，我可以问问题了。奥运会金牌含量最多的金属是什么？银，银。观众口中的睡眼朦胧的 CP 是哪两位运动员？我怎么知道？马龙。对对对，还有一个。张继科。对。为中国队获得第一枚冬奥金牌的运动员是哪位？杨洋。好，那个谢楠队可以往上。奥运五环是哪五种颜色？黄绿蓝红黑。答对。走走走了走了走了，丁哥。好远啊，我手麻了。啊！到头了，加油！啊啊！哎，楠姐小心！啊，没力气了。一直到答题前，我都还挺顺利的，
但是念完题目答完之后再想往上走，想再起脚踢冰很难。我在那个第二平台大概挂了很长时间，中间还一度脚滑，就是完全靠冰镐挂在上面。没力了，不知道怎么给大家形容那个手的那种冰冷，它是已经冷到有点痛了。明明戴着手套，那下手有点，我都觉得拿不动我那个高了。我内心闪过一丝想要放弃的念头。我信不信我这一把能站起来，就是一直在跟自己的这种恐惧，相不相信在做斗争。再一点点，马上到了。加油！碰到旗，碰到旗就行。哎，特别好，这个座儿。拿不到！真的是一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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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那个红旗敲过去的。不想让自己半途而废，我就坚持下来了。时间停止。好累啊，就差两分钟。我这辈子也有值得夸耀的事情，我爬上来了，太厉害了。哦，我其实一开始没想着自己真的能爬上去，完成的时候真的非常大的成就感。体验下来以后其实留下的东西还挺多的，挺好的。就感觉如果今天没有真的攀登到顶端的话，可能还会后悔。我们商议一下，我们第二轮出战的。你们第二轮谁？猪的我来吧。嗯。那你来啊，你来，你来，你想来就来。三弟自己挑战。那我来吧，可以吗？可以啊。好。嗯。猪正停。就你上的时候一定要拿好冰镐，不要左右晃，不要伤到自己。然后你下的时候两个脚不要离太近，要不然也容易伤到自己。小猪安全第一啊，小猪。加油。来吧，我们第二轮攀冰答题比赛，准备三、二、一，计时开始。咋稳了才上的啊？加油加油！加油！不着急，慢慢来，不着急，不着急。踢冰的腿分远一点。对。三妮，慢慢来，腿动起来，加油。哎呀，哇，好大一块冰，砸下这么大一块。哇，他打镐好有劲儿，他就打镐有劲儿，我觉得就靠谱。他有点厉害。对，踢冰。哇，好有劲儿。西南队可以答题。好。我题在哪儿？我们可以答他们的题吗？北京冬奥第一个开赛的项目是冰壶，最后一个结束的项目是什么？高山滑雪。错误。这个跳台滑雪不对。 U 型池不对。短道速滑不对。北欧两项不对。冰壶，冰壶是第一个，最后在那个闭幕式颁奖的那个速度滑冰。谢南队正确。小猪下一题。只举办了一次但由于太过休闲被取消的奥运会项目是？高尔夫不对。钓鱼正确。谢南队正确两题。不对，哎，本地队可以开始夺题。北京冬奥会推广曲，一起向未来中出现次数最多的词语是什么？出现最多的什么词语？何以？词语。词语。我们。
一起。正确。1912年斯德哥尔摩奥运会上，曾经出现不需要身体对抗的比赛项目是什么？不需要身体对抗。滑冰。不对。滑雪。不对。过过过。北京冬残奥会的吉祥物雪融融的设计原型是什么？灯笼。答对。小猪可以往上，继续往上。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各国代表队入场是按什么顺序？拼音。字母。字母。啊，笔画，各国家的笔画。正确。北京冬奥会的火炬由哪两种颜色组成？颜色，红色。正确。好，三弟往上，可以往上爬。快点，抓紧时间，我们是两轮比时间的啊。踩冰踩不进去，所有人都卡在这一卡，我也卡在了这一卡，一鼓作气到结尾，但是你中间一旦停下来，你就很难再提起了一口气。小猪加油。哎呀，爬不上去了。加油，注意安全。我摸到了。耶、yeah! 好，先蓝队成功。哇，我要成立小猪夸夸群。我想拥抱一下他。加油。酷。太厉害了，小猪，他真的好有天分，对不对？哇，没事，过过过，天哪，太厉害了，我的妈呀！棒棒棒，怎么样，三妮，累不累？什么感觉？好玩，都讲完了。我刚上到一半的时候，在读那个稿的时候，其实我有点缺氧。啊、真的假的、啊、对对，就是因为我每一扎然后每一串我都很用力，对，所以我就是比较吃力一点。既然有这样的机会可以体验攀冰的话，我不希望自己就做一个半途而废的人。我觉得比起体能的消耗，那个时候就是我信不信我这一把能站起来，就是一直在跟自己的这种恐惧相不相信在做斗争。大家都会觉得一提到这个攀冰项目都会觉得很难很危险，但是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今天和各位家人一起感受就是温暖吧，尽我们最大的能力来发展我们的这个体育项目。根据两轮的比拼，我们恭喜获胜的一组是谢楠队，可以获得甲骨龙功夫赛草原羊蝎子一份。我好开心啊，耶，吃饭了。获胜的人有奖励，失败的人当然也有惩罚。节目录制之前呢，我们在微博进行了惩罚方式征集。本次的惩罚是，杨迪组的三个人，你们需要享用好吃的冰棍。啊，还吃冰棍儿？哇，热腾腾的、啊！吃饭了。哇，这个真的太好吃了，而且我没有想到在攀冰这边还可以吃上这么好吃的，然后又地道的羊蝎子，真的特别棒。好方便啊。地道美食真的是想吃就吃，你有没有发现、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啊。微博的网友真的是太有心了，谢谢你们啊，只有你们能想出来这么好的惩罚。就着这个热腾腾的劲儿，我们再喊一下我们飘雪一家人的口号吧。好，飘雪一家人爱在这个团。家人们，上午我们带大家体验了一下攀冰，那下午带大家到雪场一起感受一下滑雪的魅力。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感受冰雪的乐趣，因此有一个新兴的职业也快速的兴起，那就是滑雪摄影师。哦。所以今天我们要体验的是美拍。首先一起来看一段视频，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哇，这什么啊，他也得飞跃才行。
天哪，好危险啊！我真的只剩赞叹了。谷爱凌啊！哇！苏翊鸣可酷了，这两天微博开屏都是他。哇！今天我们请到的就是谷爱凌、哇，苏翊鸣、王雪梅、孙楠、钟汉良等专业运动员及演艺人员的背后的跟拍摄影师张少波老师。哇，欢迎！大家好，哇，哎，欢迎张老师。大家好，我叫张少波，我是一名滑雪摄影师，也是一名滑雪影像方面的摄影指导。嗯，从事这项工作到现在为止有9年了。哇，这个工作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会在哪些场地上面、场景里面出现呢？大的像我们比如说新疆或者国外那种大山野雪，从高山上滑下来那种。那小到像雪场，有很多滑雪爱好者啊什么的都会拍。专业的运动员你也会跟拍他们是吗？对对，因为刚才我们看到那个谷爱凌和苏翊鸣了。对，我拍他的时候他很小，只有13岁。我是做了一个专题片叫《少年志》，是谷爱凌跟苏翊鸣，其实是在讲双方家庭教育的一个片子嘛。谷爱凌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孩子，因为那段时间他迷恋长跑，然后我们在吃饭嘛，大概要从北京的2环到4环，然后他不肯坐车，他非要跑过来，好远的距离，真的天生的运动少女。对对对，然后像苏翊鸣的话，之前是在智取威虎山里去见过他，他那时候其实更多的一个身份算是一个童星嘛，我们都以为他可能更会向这个演艺这个道路去发展嘛。但是他自己其实那时候更希望说自己有机会还是可以成为一个职业的单板运动员。而且他妈妈对于他的平时训练啊非常非常重视的，他其实一直找的都是国外比较好的教练，很多教练其实都是带出了一些奥运冠军啊这样的水平，他每年的进步都是非常的大，非常的厉害。所以运动员背后的家人的支持也很重要。对对对对。张老师是先学的摄影还是先学的滑雪？先学的滑雪。要先学的滑雪。对，然后发现那边的照片都不咋地然后我来，我滑雪滑了大概到现在为止快12年了嘛。哇，我大概滑了3年左右的时候开始去接触这个拍摄啊这一块东西，但我这3年加起来大概滑了有200天左右，相当于正常人8到10年的一个量嘛。但感觉张老师的滑雪技术有的时候比被拍摄者还好了，而且又得看镜头又得看路。我们这个叫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因为就是你在拍的过程中你要去观察你的拍摄对象，那要对他的行进路线他的动作他要做出预判的。你也要看一下前方的雪道会不会有大的变化，比如说拐弯啦有坑啦，那唯独管不到的就是自己。对，包括你遇到一些地形的颠簸呀、改变，那其实完全都是一种条件反射性的去适应它，纯感觉。对，工作的目的还是说，要尽可能的去把精彩的镜头呈现出来，不错过每一个瞬间嘛。我这现在听下来，我觉得其实雪拍摄影师其实就是一双眼睛，然后通过你的眼睛看见这些运动员们，然后再通过你的镜头让更多的人看见他们。包括谷爱凌啊、苏翊鸣啊，就是虽然年纪很小，我们老说什么 Z 时代嘛，总感觉还是孩子，但其实在你的镜头上面已经能看到他们那种就是坚韧不拔啊、不认输不服输的那种态度，那种体育精神和状态。对，那我就带着这股不服输精神冲上雪吧，迫不及待了，是不是？我也是 Z 时代。好了，装备穿好了，可以出发了。走走走。哇，走吧，家人们，上学。哦，我终于上雪场了，张老师呢？哎，张老师放弃了，不想拍我们，跑了。哦，在上面呢。哦，有信号弹。他们燃起信号弹了，快看！走，
张老师是在拍吗？好像在拍。哇，他们三个人组合的好好呀！哎，漂亮！哇，好帅呀！哇，太帅了！来吧，我们新来的朋友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嗯，大家好，我叫阿航，我是一个自由式双板滑手。欢迎阿航。Hello， 大家好，我叫任天齐，然后大家叫 Vicky 就好，我是单板的滑手。Vicky 刚才滑得好帅呀。所以你们刚才是给我们展示了一下，就是三个人组合怎么拍照是吗？对，就是我一个人拍他们两个人，然后中间会去跟他们沟通调度。还要调度？对啊，你有看我的手在动。哎，漂亮。比如说啊，你上来，然后你靠前，对，你靠前，对，或者说那个给我让一下，都是有手势。所以今天我们也要体验一下，就是像这种三人一组的雪拍。我们能体验得了吗？我都不会滑。先拍一些静态的。先教我们怎么在雪地上构图是吧？对对。好，来。那个造雪，你要在这边造雪，制造一些假象。来，准备三二一，开始。哦，得摸着鞋跟，这个动作很重要。哦，我要这个，我愿意要这个。今年过年就指着这张照片了。真的，我就指着那边吹牛了。现在我们进行滑雪高手为主题的摄影比拼。每队成员在15分钟的时间完成4张滑雪高手照片的拍摄，其中3张是各自1张的规定动作，1张原创照片拍摄，最终由张少波老师分别评价，选出获胜队伍积1分。好，15分钟计时开始，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来，来先穿。来来来，我们先给楠姐拍，你啥雪，我来拍行不行？好，我的动作不难，不用扣那么紧哈。等一下，等一下，我先找好角度啊。3、2、1，有了吗？有了吗？我有了，有了，有了！快快快快快人，快快！我拍的好好啊。哇，下一个呢？那先拍小猪吧，正好刘维会拍。Cool。那我先拍个跳的。对，来个跳的，这个简单，这个肯定没问题。刘维，他会摔一下哦，就看你了。我跳了啊，等一下啊，等一下，让缆车过去，让缆车过去啊，上缆车有点丑。来了，哎呦，太好看了，3、2、1。有吗？没有人脸。不行不行，跟那个图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啊，那怎么办？那再来一次。3、2、1，再给我一次机会。耶，再给我一次机会。有吗？没有成功。刘维啊，等一下，对不起。来，再给我一次机会。刘维抽筋了。刘维太掉链子了。再给我一次机会。或者哎，还有一种方法，我拍视频，用视频的方法截图。可以，好，来。来，就这样。来 ，OK 吗？等一下。3、2、1。这张。哦，可以吗？太帅了，这是我吗？哇，刘维真的。我聪明吗？大聪明。完了，那3.0变成我了呗？你来3.0吧，快来。等一下，我还是用视频的方式啊。嘘，讲话小声点，不要让他们发现这个方法。你们抬上我啊，然后我们拍个竖屏的，把他们俩框出去。我们用那个镜头的角度来欺骗一下人。来，
来，三二一，起！啊，哎，好重啊！好重啊！我也不轻，好重啊！我也不轻，完了，第二个就拍不了。你试着跳一次，我们试试。来试试看啊，试试看。一二三，你低一点，你找好角度我就跳了。等会儿，等会儿。好了吗？一二三，走。没事。哦，抓上了吗？有了，哎，有了，有了。你确定？这看照片已经很厉害了。你再跳一次，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刚刚那个挺好的，然后我呢，不露脸，彻底趴下。对，你低一点，我高一点。彻底趴下，开广角。对，对。一二三。哎呦，膝盖没事吧？膝盖烂了。这招太绝了，就用录的。太绝了吧！今年过年你就靠这张照片了。我就是今天晚上的冰雪王子。啊啊！我的天啊！妈妈，来准备。等一下，你们要走啊 ？Vicky， 你去养雪，你放开吧。等一下，等一下。小猪松开了，你要把手伸直啊，就一下。我好，一二三，一起跑哈。来，一、二、三，放。好，放。有吗？好看的，很帅哇！来 ，come on， 还有多长时间？还有三分钟。还有三分钟，快快快，快快来拍创意的，最后一张原创照片啊！还有原创啊 ？OK 了吗？等一下，等一下，别着急，做动作。哎，我没拍好。等一下，来，你们三，好，来来跳跳跳。来，那先看一下兰姐这边的。哇哇，你看，都发自内肺腑的来了一句哇。这个不错，这个很帅。杨迪，你们1.0版本是谁完成的？是Sunny完成的。是这张，这个不错。你们2.0是谁完成的？杨迪，我完成的。好。这个怎么还有我？哈哈。3.0，3.0，这个动作是有点难度的。这个跟这个有一丝的差别呀，有一丝的差别，但是他们差的肯定更多。你看我们多好，你看这个差的多少？这个可以算作第四张的创意照片吗？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创意照片第四张。这张是不是很厉害？我完全没有看出任何的创意。老师，我们有创意，来，我给你讲解一下。这个创意就是什么呢？因为滑单板很容易摔，很多人有畏难心理。我们想用这张即将跌倒的照片告诉大家，不要害怕跌倒。通过你的解释，我理解了。对对对。哎，这个创意照片，我觉得比那个要炫酷一点。哎。但是这个我必须得说，拍的特别像儿童在滑板。儿童也不能滑吗？三亿人上冰雪，包括儿童。我是把人家，哎，他说我们照片拍的像儿童是一种讽刺，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哈。你看多少孩子，小朋友们好。来，我们最后综合大家的照片做最后的宣布。那个前面三张这个对照呢，谢楠这边的完成度是更高一些。但是在创意照这方面呢，我更欣赏杨迪他们刚才那一个照片。谢谢。所以最后的胜出是谢楠组获胜。耶！耶耶！我们接下来就是要以滑雪摄影师在跟拍时会用到的三个滑雪拍摄技术进行学习，分别是第一关180度正面环绕镜头拍摄，第二关 S 弯近距离跟拍，第三关倒滑转体正拍，两个单双板滑手各自加入一组，过程中完成多个炫技动作，最终一次性完整记录精彩滑雪视频，最终由张少波老师根据拍摄完成度进行评判，更优的一组为获胜方。接下来进行40分钟的学习时间。好吧，同志们，换装备出发。一直走，好，中间起，
哇，对，很好。上半身起来，上半身起来，跟我们滑冰还是挺相似的。OK 了，可以。以后边为轴，不管是收还是放，都以后边为轴。嗯 ，OK， 然后推开，对。哇，杨迪，杨迪，你可太棒了，快给杨迪鼓鼓掌。倒滑。手放下来，放松，身体向前，自己滑下去，好吧？刹车停，推开大一点。啊刹车，主动摔跤，向前顶，打开板尾，推，对，往下蹲，刹车停，后面大一点，啊啊，板尾推开，再推大一点，你的身体重心是往前的，啊啊，然后你往左转，左。往左转是压这个右腿，我刚压了的，但他不过去，他往那过去。好，练习时间到，接下来开始正式比赛。我们出发了，加油！啊，我要滑这么长啊！哇，也挺高啊。刘伟。是不是特别可怕？楠姐，我选错了，让我活过这一集好吗？主要是鞋太短了，上来就搞这么难，你怎么可能完成？我在底下看它就是个小平坡，但你从上往下看的时候它就很陡，何况我是要去追逐一个很厉害的单板高手。他们开始了，我看一下。可以，可以，稳住。酷酷酷，朱正廷那个也 OK 了。滑太快了 ，Vicky，Vicky 慢一点。走，刘伟走了，他不敢走。老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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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老师，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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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到了，想到了。小猪跟上了。哇！全程跟拍，我可以用我一个人的。你的第一棒的路线也走错了啊？是吗？要绕着那个红色的旗门啊，压左脚往右边，压左脚。谢楠队一三棒未完成挑战，挑战失败了。哥，你看点我，别撞着我，我提前点出发。三
二一走。来了来了来了。可以可以，稳住。可以啊。坚持，坚持拍摄，我都已经这样了，还在坚持拍摄。可以，红志跟上了。哦 ，nice！ 可以啊，可以啊。哇！宏志，我的天哪！不知道啊。杨迪组挑战失败。Oh no！ 他向上来投他。没事，我滑下去吧。你可以滑。没事，姐，可以可以。因为之前都没有去尝试过这样的项目。啊啊！其实我是有一点恐高的，但是我就觉得，就这个项目，如果我不上去试一下，我会后悔，所以我很坚持。就有一股劲儿，就想要把它学会的想法。你啊！快点！哎哎哎！三妮，三妮，哎哎哎！三妮，三妮，哎你们！哦！天哪天哪天哪！天啊 ！OK 吗？你没事吧？没事吧？你尝试啥？摔的那一刻，其实我挺难过的。就我难过的点不是在于说害怕这件事情，而是做不好。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吧？没事。三妮，我觉得是头侧面着了地，就是这一块嘛。对，没事没事，我的错，我的错，我的错，不是你的错，本来也没有那么快可以会的啊。他对自己是非常生气的，为什么大家都能滑，我却滑不好呢？就是想为团队做出一些贡献，觉得他很有团队精神。这就是我觉得大家所谓就是冰雪运动的魅力。这种其实这种摔倒再一次爬起，摔倒再一次爬起，其实是非常具有一种运动精神的。大家觉得这次挑战怎么样？一心两用真的很难，所以张老师这个太厉害了。我们顾得上拍摄就顾不上路。 对真的很难。张老师也是自己练了将近有八九年的雪上时间才能有这样的技术的。嗯，虽然挑战失败，但是还是感谢大家敢于去挑战的精神。我觉得怎么也要给Sunny他们队一个精神奖吧。对，这一环节的这一分呢，就是给杨迪他们队勇气奖。对，勇气奖。对对，耶、yeah, 尤其是这会儿没在场的Sunny啊、因为他真的勇气可嘉。跟拍项目总的来说是没有挑战成功的，但是在我们看来已经很成功了。说句实话，那么短的时间我能把滑雪学到多好，但是我觉得真正感受到的是那种大家一个团队协作
一起努力，一起拼搏的那种超越自己的精神。就像这一次的冬奥会，肯定也会有很多的专业老师去拍下一些好看的瞬间。从业这个行业的所有老师们都辛苦了，辛苦了。吃饭了，来来，各位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我感觉那个应该热乎乎了，是不是？你要吗？我给你盛点。我需要，来帮我盛。来，哥。你不要不好意思，我们俩今天在那个攀冰的现场的时候，就说看着你攀爬的英姿，下来以后好想集体喊你一声哥。他说话跟开玩笑似的，我就总想接他的茬。哪句话？哎，我可以的，我可以的，真的不用不用，然后就是很客气，然后所以你要反省一下，你老被大家就是怼和拱，不是我们的，不是大家的问题。吃好就可以上去了，那走吧。元宵快乐！元宵快乐！我们就着元宵节，祝所有的朋友们元宵节快乐，生活圆圆满满。好了，来坐，各位请坐。哎呀。哎，我突然坐在这儿想到了一个画面，就是过年的时候会有七大姑八大姨啊，家里人会聚在一起，总是会有一些尴尬的社交时刻啊。干嘛呢？比如说，哎，站起来说个话，哎，唱个歌，哎，刘威，你是主持是吧？来，今天这顿饭，对，主持，对，就是那种。你们有吗？我是那种自己主动演的那种。七大姑八大姨来看秀了。我们是害怕七大姑八大姨问，七大姑八大姨怕他。七大姑八大姨的克星，就是你要主动出击之后，他们可能会觉得，哎呀，还是算了。宏志回家会被问什么话题？我不回家，我已经十多年没在家过年了。啊，因为我们赛季都在冬季嘛，三十也在训练，完大年初一可能是会休息一上午啊，然后。下午我们继续训练，晚上七八点钟八九点钟包个饺子，就大家给楼下就吃一口，对，然后就得早点休息。元宵节的游玩活动还是挺多的，一旦不注意就是很容易磕磕碰碰。保险起见，我们可以选择国民守护大品牌众安保险，多一份保障，守护大家的快乐，赶紧给自己买起来，买买买。好，冬奥的到来一天天刷新着中国运动健儿的各项成绩和历史记录。然而关于以往冬奥的最美回忆也值得我们关注和分享。那接下来我们请飘雪一家人分享三个冬奥朋友圈的故事。来吧，我们看看谁手机里面有这个奥运的朋友圈。我有，我也有。那就一个个来。我这个故事是一个追梦的女孩，她是新疆阿勒泰禾木村的一个小姑娘，在那里每年长达七个月都是被大雪覆盖的。而生活在这儿的13岁图瓦族姑娘银花，从小就热爱滑雪，她的梦想就是能够参加冬奥会，但是因为她的训练条件有限，就遗憾地落选了乌鲁木齐滑雪队。但是他没有放弃，坚持每天凌晨在-30度的野外训练，而且没有教练，没有队友，自己一个人，就是为了梦想孤独地坚持着。所以他的这份孤独和坚持也感动了非常多的人，包括奥运冠军杨洋、邓亚萍、李妮娜，都为小银花送上了祝福，也让所有拥有奥运梦想的年轻人有了不畏困难、勇敢追梦的榜样。我觉得其实这个过程当中的那种孤独能挨下来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比如说宏志他们训练其实是有队友、有教练，大家可以相互鼓劲儿。对，他真的是完全靠自己一个人，甚至他也看不见说那个未来是不是真的会来。我们有没有比如说即使孤独还在努力坚持着的朋友圈？我来一个我这个朋友圈。
好孤独啊，都没有人。这个是刚刚开始疫情那一年，有大概有两个月的时间，大家都是不出门嘛，有很多那种云端录制的工作，然后这个时候所有的一切都得自己包揽起来。嗯，然后我买了很多，包括各种设备啊、云台啊、打灯啊什么的，在自己在家里研究。嗯，这是一小部分，我还买了很多那种收音的话筒啊什么的，要自己调那些东西。干这些事儿的时候，我只能姑且称之它为孤独，因为毕竟是一个人在那儿待着嘛。但是你做这些事儿，当你能把它完成，能真的在云端可以呈现出一档节目的时候，你内心还是觉得挺开心的，因为这就是你喜欢做的事情。杨迪，我叫你吃饭了，我叫你吃，每天就知道吃，放过我，放过我，你怎么说？虽然你好像是自己一个人忙忙叨叨孤独做这些事儿，但是看了你视频呢就很开心，就把快乐带给大家嘛，真好。我们分享朋友圈的下一个故事。好呀，未来吧，刘未来啊。我选的这个故事是跟短道速滑有关，因为短道速滑对于中国冬奥会来讲就是非常的有意义。嗯，我这个故事是索契冬奥会短道速滑女子500米的比赛，因主力选手王蒙受伤退赛，28岁老将李坚柔孤身一人闯进决赛。作为主攻长距离项目的运动员，外界对他的夺金期待并不高。比赛刚开始的时候，意外就发生了。位居前三位的他国选手接连摔出了赛道。李坚柔凭借稳定的发挥逆袭夺得金牌，创造个人的奇迹瞬间。冲线了！有人说这是最戏剧性的夺冠，也有人说他是坐收渔翁之利，有人说这块奖牌是捡到的，也有人说他是实至名归。面对外界各种声音，他说没有努力就没有奇迹，这块金牌就是他18年刻苦训练和坚持不懈的最好证明。那我们其他的家人们有没有这样努力过后有一些收获的一些故事？那个行吗？哇哇，太帅了，你都哭了。这是2017年世界军人运动会的，当时是500米的冠军。哇，太帅了。哇，我们跟冠军待在一起。在前一天我们是在那个札幌比的亚运会，我们刚拿完冠军，然后第二天早上的飞机直接又飞到索契，就是一直没有休息。我暴瘦了，那轱辘是应该是10多斤。到索契当天晚上是凌晨了，已经完了，第二天还得比赛，完我还没上冰，一直就都没有热身训练过。对对对，我一起床就直接就往柜里扎了，都晕了，都已经累的。冠军那还能拿到冠军，所以说就是在颁奖的时候，而且还是国旗一升起一敬军礼，哎呦受不了了，就而且这还是那个我们代表团唯一一块金牌。哪位家人还有什么自己最坚强的故事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吗？我来。哎呦，重点不是这个修过的图啊，重点看我手上了吗？那个是个护具，我那时候手还肿着呢。我当时手摔断了之后，我同时还有一档那个带状节目要录，所以我做完手术的第二天，我就跟节目组说，我说 OK， 我可以去录影了。然后我是一直带着这个护具，然后把它藏在袖子里面。见到嘉宾就是一直是这样手拽着这么端着的，然后一直录完了那一季全部的节目。这个都已经是在中间穿插了主持了一场，好像是音乐盛典的活动。然后当时说就带着那个医院的护具好像不太好，然后我经纪人就现买了那种小钻，贴的哈，一点一点给我粘上的。哎，粘得很好。哎，这真的太有心了。
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我干这一行接了这项工作不能因为我自己受伤然后让工作开天窗，这是最起码的职业精神。是，对对，我来看我的。2018年平昌冬奥会，贾宗洋以0.46分的微弱差距错失金牌。中国选手贾宗洋以仅仅落后冠军乌克兰选手0.46分收获一枚银牌。赛后的热点却集中在冬奥冠军李妮娜晒出的一张 X 光的照片上，这张 X 光照片就是贾宗洋的双腿。2015年的一场意外，让贾宗洋左腿3处粉碎性骨折。正当大家以为贾宗洋就此退役，他却顽强地与伤病斗争了3年。再一次站在了冬奥赛场。如果不是这张照片，没人知道这块银牌的来之不易。夺得金牌固然可贵，但22颗钢钉的分量远比金牌更重。哇！哇，他这个真的好厉害，好了不起啊，好励志啊。他们队里的人管他起外号叫钢铁侠。钢铁侠啊，其实如果就正常的判断来说，像这种严重的伤势是不是就不太可能再回去比赛了？对对对，因为他们这个那个项目是非常危险的，而且他年龄也是挺大了，应该是，就是以竞技运动来说他的年龄已经并不占优势。对对，完他在一直在坚持。而且我觉得就是他这种就受了伤以后再一次这种重新出发再站起来，对，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是需要勇气的。其实因为我手断过一次嘛，就是我知道那个复健的过程其实非常非常的难受跟辛苦，你要把已经结在一起的筋膜要把它生扯开才能让你手的活动度跟以前一样，那个过程哇非常痛苦，就硬掰。虽然钢铁侠开玩笑，但是形容他真的也很贴切。那大家这些朋友圈的故事和难忘的瞬间都会在哪里分享呢？你一般会在哪里？我肯定微博的分享会多一点。我也是，我也是，我也经常在微博。哦，而且我还有一次发脾气在微博，妈呀，每一个微博就一个字，你为什么这样对我？我不爱发朋友圈，但是我有时候会发一些微博，就是给关注我的那些人看一看，给体育迷，给喜欢你的朋友。对对对，真的微博好长一段时间大家都会把自己那种很真情实感的东西都会分享到上面去，就特别生动。谢谢微博，有了微博我们这些心情都有了去处，真好。谢谢刘维，谢谢宏志，这两期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故事。谢谢谢谢，各位晚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使用 WiFi 万能钥匙，随时随地安全免费上网。年轻人都爱用的讯飞输入法，更智能更高效，速率充电宝，让你时刻满电。上支付宝校园派，售出青春实力。这世界很酷。